主席，我去探過一個在囚人士，咁又係因為呢、這個即係梁耀忠提呢個問題嘅，咁又係中醫要接受呢個中醫嘅治療。我哋睇局長喺嗰、那個即係答覆嗰個第一點嗰度有一段咧，我就即係有啲即係我想局長具體啲講。佢因此要求該名在囚人士提供較詳細的資料或文件，咁佢點提供法咧？佢用咩渠道、咩方式去提供俾你咧？係咪提供俾呢、這個即係懲教處嘅人咧？佢喺度坐緊監，係嘛？咁佢係病到五顏六色，或者有一種病，佢覺得即係有啲人話俾佢聽，話要探監佢嘅親人話俾佢聽，喂，中醫得喎，係咪？咁啊試下用中醫，佢用咩？佢淨係講嘢，大佬都唔俾，係嘛？拖咗好耐啦，梁耀忠又去探過，我又去探過，我哋真係無能為力過。而家問條口頭質詢嘅問題都答到一嚿嚿，係嘛？早幾日上個禮拜仲瞓喺個法庭度嗰葉繼寬，係嘛？真係好奇怪，呢、這個真係大家唔知，喂，好似唔使回應喎，懲教署係嘛？阿黃議員，請你提出你嘅問題。唔係我問咗啦，正話。係，咁你問咗你就可以坐低等局長。O K。咁啊，局長。主席就其實我就唔會喺對一個個案咧去作出評論嘅。就好似我喺嗰個主體答覆嗰、那個答問題嘅第一部分咧，就頭先阿黃議員嗰個問題咧就話佢點樣可以提供呢啲較詳細嘅資料？其實就係嗰個在囚人士，佢通過一啲嘅渠道咧，係向我哋提出一啲要求，而咧就我哋就將我哋根據專業醫生嘅意見咧，就希望佢提供一啲嘅文件。其實大家係有個溝通喺度，一個渠道喺度，唔係話嗰個在囚人士佢本身坐緊監，佢點樣提供咧？其實係佢有個律師去幫佢噶嘛。咁我哋已經將我哋嘅要求咧通知咗佢個律師，佢個律師而家正整理緊，我哋就等緊嗰啲文件。答唔到呢？啊，黃議員，你只能夠重複你正話嘅問題當中，局長冇答到。我而家咪話佢冇答到咯。佢冇答到你咩問題？冇答到，我而家話就問佢點樣去提供一個詳細嘅資料，詳細嘅資料或文件。喂，先我要求嘅，我可唔可以睇中醫先？你已經攔咗佢啦嘛。是不是好簡單，你已經攔咗佢啦。黃議員，請你咁提供點樣提供啲資料俾你咧？用咩方式嚟提供你都講唔到。你話喂，總之啲政府官員好容易嘅啫，主席。個別對唔住啊，黃議員個案我唔講咁咁啊。黃一文議員，答曬啲問題。仲有六位議員係輪候緊提問嘅。六位都係咁話啦。你問題問咗之後就請你坐低，唔好再發表你嘅議論。請你坐低，局長有冇補充？主席，其實我頭先都答咗啦，即係我哋就將。其實又問有冇係中醫入過去懲教院所同嗰啲咩病人去睇病咧，係有嘅，係有嘅，唔係話冇嘅。但係而家我哋所講到咧係咧要求佢服食某一種嘅藥物，咁我哋要求咧就佢服食嘅藥物，佢可含個毒性係點樣，同我哋懲教呢個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坐低。其實有個經過中醫治療有幾多在囚人士，老實講啦，而家係一個都冇嘅。黃議員，你佔用緊其他議員提問嘅時間。